前度纯粹租房，纹身师性冲动，原本被控强奸，其后获撤控，改为只系认一条袭击伤人。纹身师黄俊熙搞成咁，都系因为个色字。佢同23岁嘅前度分咗手5个月，箍极都箍唔到波。但有一日，醉醉地嘅前度反约佢，凌晨去到砵兰街维基，前度又强调系纯粹租房，探下心嘅啫。点知黄俊熙突然压脚落床，想锡佢，仲扯甩佢件衫，几经辛苦，佢先升到黄俊熙一巴。黄俊熙就捻颈回敬：系你自己话上嚟噶。纠缠期间，佢成功咬住黄俊熙一下，黄俊熙又嬲到扯头，再升佢。辩方寻日求情话，黄俊熙犯案就系因为求爱不遂，冇预谋，亦都冇用武器，父母亦都会就佢嘅情绪问题寻求协助。法官就指佢个性冲动，亦都有前科，行政官念佢主动赔咗80,000元，加上已经还押2个星期，已经系对佢当头棒喝，轻判减罚12个月。